血脉喷张、超快感的赛事。11月17号又要再次验收你的呐喊分贝数啦！但是别忘记，17号台艺大战前，中华队可要先飞去泰国进行客场的比赛，所以干脆在出发前，先在高雄举办记者会和大家见见面。我们希望南部的热情乡亲，苏南五苏丁，大家爱听出来，来为咱的脚球加油，安尼好不？记者会现场，你用一件超大的球衣，展现捍卫主场最终战的超大野心。在陈贵仁总教练和球员们签名加持下，宣告中华队准备好了。中华队胜利！对于11月12号泰国客场的比赛，主力球员殷雅吉只有一个字要说 ：Win！ 你！11月17号，台艺大战就要展开，还没买票的，你在等什么？中华队加油 ！Freedom Sports 高雄采访报道。Freedom.